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跟 Gundam Online， 咁今次主要就想讲下一啲我比较常用啦，或者系常见嘅支援机嘅。咁首先我哋睇一睇呢一只啦，呢一只应该都会最常见嘅，就系因为咧佢系基本上你一入 account 咧，佢就会送一只俾你噶。你个预设嘅机体入面咧，一定会有一只呢只嘅。呢一只都系最普通、最基本嘅支援机啦。系啦，支援机嗰啲武器方面咧，其实大部分都系咁啦。一个嘅回血枪啦。一支回血枪，跟住补给站啦，系啦补给站。第二样就系呢一个嘅雷达，咁啊三样嘢啦，再加埋可能防空炮啊，或者一啲嘅机关枪等等啦，系啦一个最基本嘅支援机有嘅嘢佢都有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咧，其实一开头我都会好中意用呢只嘅小黄人，因为咧贪佢嗰个嘅速度快啊，佢50秒嘅速度非常之快。咁但系渐渐咧，后来咧呢一个嘅小黄人啦，我个简称系小黄人咧，佢嗰个嘅武器嘅治疗力咧啊，回复力咧非常之低嘅，实在。你见到咧佢开最多人用咧升爆啦，差唔多都系得380左右嘅啫，380左右，然之后80飞，你谂下你要帮人回几耐先至回得晒咧，系非常之慢啊个速度。所以如果你是啱啱玩呢一隻 game 嘅话咧，其实小黄人即系譬如细场啦，可能有呢一个嘅军曹，跟住打围场嗰啲咧，小黄人都仲可以用嘅，因为至少佢都有雷达可以用啦。咁你回血枪慢慢补咯，系慢慢补啦。咁但系上到去嗰啲大座以上咧，系咪尽量唔好用呢只小黄人？因为咧回血太慢咧，对你自己玩咧其实都唔系话咁好嘅，因为你回得太慢嘅话咧，你自己揸其他机体啊，或者系玩其他机体个时间亦都少咗嘅。相对嚟讲，好咁啊，下一只啦。咁我咧介绍一啲咧我自己常用嘅机体啦，支援机体啊。咁就系呢一只啦。呢一只咧就比较高级少少嘅机啦。你会见到佢嗰啲回复力开始高啦，系啦。咁啊，普通一把回血枪已经系700回复力，100粒子弹啦，已经劲过头先小黄人好多倍啦。好。咁我自己主用咧都系呢把 FM 啦，因为回血太高啦。不过就胜在回血力回复力高啦，但系佢子弹数量非常之低，得30发嘅啫。咁啊，自己要衡量翻嗰个嘅回血啦。即系譬如你想复活人嘅话咧，你就一定要睇子弹数量。有啲咧就未必复活到人嘅，系啦。OK， 好。咁就最基本啦 ，hot 呢一把武器咧，佢都有950嘅回复力啦，50粒子弹。呢一个亦都系最推介。最会推介俾人用嘅 F 型啦，最多人用嘅雷达啊，跟住补给站啊，雷达都有噶啦，基本上有啦，系咪三点式嘅呢一个嘅实弹啦都有嘅，系啦。咁而机体性能方面咧，這个机体咧其实就会比起小黄人高少少血啦，高少少血同埋高少少速度咁嘅 ，OK。好，咁再睇下一隻啦。咁下一隻咧就应该会系呢一只啦，呢一只三隻眼嘅呢一只喺红军呢边。好，咁啊睇下呢一个枪方面。咁其实枪方面咧，同头先嗰只系差唔多嘅，真系差唔多，唔会话争好远咯。可能争百零回复力啦，然之后射程啊，同埋 reload 方面咧，可能各有优势啦，但系本质上都系一样嘅。好，不过最唔同咧，佢就有呢一个最特别嘅武器，呢一把咧就系可以咧令人即刻复活嘅武器嚟嘅。譬如咧，你想前面有人瞓低咗啦，你即刻冲埋去咧，然之后揿掣咧，佢就会即刻起身噶啦，即刻起身。呢一个亦都系佢嘅最强嘅一个武器啦，最强武器。但系我冇用啊，后期我转晒做雷达嘅。好，同埋咧呢一把咧系可以咩啊？是可以在补给站度补翻嘅，即系譬如咧，你用完之后咧冇晒子弹，跟住去补给咧可以补给翻嘅，所以作为维持战力嚟讲咧，佢系非常之有用嘅。啊，有呢一个子弹嘅书包啦，啊，一个子弹嘅补给包，啊，子弹补给包啊，修理补给包呢都有嘅。啊，头先讲个雷达有啦，啊，基本上要有支援机有嘅，佢都有齐噶啦。OK。通常会点样配呢？就是、一把医疗枪啦，一把医疗枪，跟住可能一把就系一个雷达，跟住另一个就系呢一个复活枪，或者都系睇自己嗰个嘅情况而拣啦。OK， 好，
就講咗三隻支援機啦，咁最後一隻咧將會係都比較多人會用，亦都係喺大將場常見嘅。咁我揾翻出嚟先啊，咁依家都可以講埋啦，就係嗰只綠綠地嗰只咧，好似紅咁樣嘅，好似紅咁嘅機體，嗰一隻亦都係回復力最高、最 top 嘅一個機體啦。睇睇先，應該係呢、這個，係啦，就係呢只啦。呢一隻咧就會係最強噶啦，係啦，我會覺得係最好嘅一隻支援機啦。咁點解呢？首先睇下佢个回复嘅最主要回复嘅武器，你会见到系有6000嘅回复力啦，系6000嘅回复力。咁即系咩意思呢？即系话咧，譬如可能揼六下咧，其实已经回满晒一只4000血嘅机体啦。咁但系呢一样嘢咧个缺点，最大嘅缺点咩？就系咧佢要企喺度嘅，佢要企喺度，然之后近距离帮人维修系啦，而且维修你揿咗一下之后咧，佢会喐唔到啦，系啦，喐唔到，亦都系。比较嗰个反动力大啊，所以咧好容易被格斗机打死。呢、這、一个亦都系呢只熊啊，呢只熊啦，呢只熊咧最难操控嘅地方咧，就系你要揾一个好嘅位置去帮人维修啊。通常咧就会直接摆个补给塔，然之后引人过嚟。啲人通常见到你咁大嘅身躯咧，就会即刻冲埋嚟俾你回血噶，因为补得快啊嘛。系啦，跟住你就开始喺度维修，帮人维修啦。好快你就可以赚到200分嘅修理分，呢、這、一个系最快嘅啊，最快嘅。咁而呢啲武器方面呢，其实同头先都係差唔多啦，不过就加多样嘢，佢就有一个自身嘅雷达，係啦，个雷达呢就会跟住你行嘅，譬如你开住，咁你就会见到如果附近有敌人呢，你就会显示喺个地图度㗎啦。好，亦都有改良嘅雷达啦，呢度寫咗佢补给塔啦，基本上都有㗎啦，防空塔佢都有齐㗎啦，係啦。咁呢一隻呢就会係大将场或者大差唔多去到即接近大将场嘅时候咧，就会经常出现呢只嘢啦，因为佢嘅回复力高啦，所以咧攞嚟赚呢一个嘅修理分数系最好嘅。OK， 咁啊唔讲咁多啊，即刻试一场俾大家睇啦，玩一场支援机俾大家睇啦。選擇してください。好啦，咁一嚟咧就会先用小黄人俾大家睇个效果去到边啦，系啦。其实如果讲大将场或者大座场以上咧，用小黄人嘅话咧，有机会咧嗰、那个机师啊，即系俾你补嗰个人咧，都会有少少不满嘅，因为其实补得好慢，系啦，真系补得好慢，宁愿翻屋企补都唔会谂住俾你补嘅吓，真心呢、這个我自己都遇过，因为有时你见到呢只嘢出现嘅话咧。真系纯粹为咗放雷达嘅啫，除咗呢一样之外咧，其实都冇咩特别话好大嘅作为或者系有用。我自己会觉得呢一只最有效或者最好用嘅地方咧，就系佢嗰个 reset， 再拣机体翻去嗰个掣咧，翻去嗰个时间非常之短，差唔多讲紧系三秒钟啦，三秒钟就已经飞咗翻去。呢、這个可能就系佢嗰个嘅优点啦。好。咁雷达方面，其实你都见到都相当大个啦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对比起其他进阶嗰啲嘅雷达咧，咁呢啲一定就冇咁劲噶啦。咁我依家做紧啲咩呢？就系、是、防止对手突击啦。好，咁啊放喺地面得噶啦，放喺呢个位置。正常嚟讲咧，都好少人会打嘅。我呢个位置就 perfect 啦。OK， 跟住可以快啦。嗱，见到啦，三秒钟左右，你预咗四秒钟内可以去到呢度啦。见到非常之快。OK。咁然之后咧，呢度再放一个雷达，呢度再放一个啦。OK， 好咁啊，大致上三个放齐啦。哇，对面我哋咁功德嘅 ，OK 唔紧要。见到有伤兵啦，见到有伤者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出场嘅时候啦。边个受咗伤？快啲过嚟，接受我小黄人嘅祝福。Yo， 你又做咩啊？咁啊，大家可以睇下有几慢啊。啊、其实都已经算慢了，讲紧射有30发先至回晒佢啲血。咁因为上路对面军咧，佢就冇选择攻击呢边啦，所以冇交打喎呢度。搞咩啊？咁样射唔射？哇！射射唔系啊！你冇事啊，射射。由我扶住你左右。OK。啊，你见到呢只强化射射，要补劲耐嘅。不过唯一好处就系胜在佢个子弹数量多啦，回 reload 时间 reload 时间快，非常之慢啊！咁大家见识到个效果啦，我可以换第二只出嚟啦。我呢个放我雷达喺度先。哇哇，大镬！系
已经死啦，呢度走唔到。OK， 好，而家六号逐渐咧，你见到咧开始多人啦，我哋系受上去啦，我哋拎嘅最高回复力嘅水塔啦，我有啲老细出嚟啦，喺呢度。大家见到个效果啦，见到几快，一排射晒都未射晒已经回满，所以其实嗰个分别就喺度咯，一补完就即刻走下一个，俾下回下一个人血，咁你个收你嗰个嘅分数咧就会增加得快啲咯，小黄人就好慢嘅，咁头先都讲过啦，如果你即系点解劲啲好啲咧，就因为咧令你啦可以换其他。换其他的机体的，只要你那个的修理数量呢去到，譬如你现在死了一只490的机体啦，死了490的机体，然后呢你修理拿到金贡献，金修理那个的，即是你死的时候呢就会见到有那个的金色的牌呢，那这个机体呢就会减了那个时间，可以出击那个时间呢就会帮你减少少，所以其实呢，越攞得多金就越好啦，咁你嘅机体就会不断系咁减少，系咁减少。OK， 好，依家系咁喷口啦，因为咧我军打唔到，呢个未补血，要走咯，嗰个位仲唔走死得呢两个，我三个都要死嘅，睇下睇唔睇到？系啦，呢一个咧就系一啲嗰个机师嘅判断咯，系啦，头先个老细其实害死咗只瘟神，头先都。开始咗只瘟神啊！好，呢度咧望一望吓，望一望我哋嘅军咧够唔够胆，够唔够抗衡对面先？如果得嘅话咧，就可以喺度开补给帮人补；唔得嘅话咧，其实就尽量好翻去啦。老细死咗呢度，我睇下帮唔帮到佢啦，帮唔到啦，我 B 都好慢。OK， 嗱，你见到如果 OK 嘅话，咁就可以 set 喺呢度啦。咁啲位置大家自己拣嘅。OK。咁啊，瞬间已经满晒啦。不过最好就哇呢度。O K。不过呢把枪最差就系咧，佢个弹数太少啦。得38咧，其实真系有少少唔够用。好，呢啲好快就补晒啦。老细唔好嘅地方就係佢一定要喺地下帮人维修啦。咁如果佢飞下飞下呢，你都可以帮佢维修。咁呢一个就係个优势啦。老细就做唔到。老细都可以装维修枪嘅，係啦，都有维修枪嘅，但係通常唔会有人去做维修枪。OK， 一啲少少嘅知识啦，係少少你支援机嘅一啲技巧啦，其实都有嘅。係啦，头先都讲过呢，呢个战场上呢一分一秒咧都好重要啦，放少一个雷达或者补少一条油咧，其实已经争好远啦。呢个帮佢补啦，呢个补到啦，一定，因为太多支援机啦。我又咁啱 reload 好 ，OK， 咁啊补一补呢个啦，呢个左天使，呢个格鲁古古，好，咁我分数已经149啦，你见到支援嗰个分数，都几高下啦，已经。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如果 F 型嘅话咧，其实比较适合一啲玩支援机比较熟嘅。如果唔熟嘅话咧，建议玩翻可能佢 hot 嗰支啊，即系最多人最热门嗰支武器。因为其实支援机讲落好似好简单咁啦，但系其实头先都讲过啦，如果你补给站起得唔好嘅话咧，其实系累死咗嗰啲人。啊！累死咗过嚟嗰啲，呢个一定补唔到，因为喺战场中间嘅。呢个啦，过嚟补下啦。好，咁大家应该喺呢一度睇到亡人同埋呢一只嘅分别喺边度？呢一只嘅分别就系回血枪嗰个数量啦，或者系个回血量啦，唔好数量啦，数量其实大家都有嘅，即系大家都有支系80子弹嘅，但系真系回得好慢。咁回复力啊，各方面啊，都一定好过噶啦，好过小黄人。呢时候咧，你就可以紧急救援佢啦。譬如佢而家俾人射紧咧，如果你系小黄人嘅话，你系救唔到佢，因为回得太慢喎。呢个救唔到，即刻救唔到添。呢个咪需要救援。
好，嗱，你见到依家已经仲有冇得补啊？仲有得补，咁证明佢个二百回复，佢二百收你分数仲有啊？我哋补多阵，应该就唔会再加啦分数。系啦，依家应该唔会再加啦。头先留意到，好呢个人冇血帮佢补一补，就知有冇加啦。系啦，帮佢补满。你见到左下角冇喐嘅话咧，证明咧。我的分数已经满了，冇得再攞啦。咁我呢度走一走啦。哇，好慢喎、啊，十五秒喎、啊。咁十五秒通常我就唔等噶啦吓，出去死咗佢算啦。出去死咗佢仲好嘅呢度。但系见到咧有个金牌嘅嗰个攻击嗰度，攻击金牌咧佢就可以减咗你啲机体嗰个时间。譬如依家320啊嘛，但系呢只唔计嘅，系啦。你本身有一只咧系再出击时间喺度减紧。即是在度倒数紧嘅话咧，如果你攞到金牌嘅话咧，其实就可以减咗时间。OK， 呢度见到有三只蓝点啦，系啦，即刻冲出去啦。好，呢只睇下点啦，睇下边度。OK， 呢只都够啦，入到嚟，一嘢流星锤啦。哇，唔系话，佢俾人洗呢度。好。咁由于头先有三只入咗嚟啦，同埋头先嗰个嘅左天使咧。就唔用呢一个嘅照射型嗰啲枪咧，扫咗 A 基地一转，所以我哋嘅战力分数就比较低啦，比对面。但唔紧要。因为任何嘅时间都有机会反败嘅，喺最后一秒咧，其实都可以反败。我都曾经遇过啦吓，但系就最主要就睇翻大家有冇战意啦。如果冇嘅话，就真系有啲难搞。哦，呢只已经死了，一嘢重，哇，打唔死，早知开枪啦，保留青春，唔紧要啊，但系放佢一马，哇，咁大胆靓仔，有重生，诶，冇重生竟然，我喺度玩下流星锤先，诶，Dio，冲啊 ，OK，走。啊！射完一隻就即刻走啦，喺度唔好再逗留啦，因为呢个 game 依家讲嘅就系反应速度，如果冇嘅话咧就会死。速度，落错人。好，呢个就系速度嘅表现啊。OK。哇！抵唔到。Go。其实依家可以攻啊！你见到前面。前咧開始輪陷啊！其實係攻得㗎呢度。哇！呢隻嘢可以打死人，唔可以俾佢生存。大鑊！武器！哇！呢隻 ！Oh no！ 可惜俾人炸死咗。好啦，又可以再出啦。咁啊，但系其实我已经攞满咗分啦，所以其实收你嚟讲咧，如果你系为分数咧，收你当然冇用啦。但系如果你系为成场仗咧，咁你就一定好有用啦，因为支援机咧系永远都唔够嘅，应该就都要九步唔够。哇，俾人抢咗工作添，诶 ，OK。咁细个咧，雷达唔合格喎，师兄你嗰个雷达，又唔可以话唔合格佢个雷达，不过有啲细啦，我哋勾个雷达。不过佢嗰个持续时间就大啲啦，佢嗰个范围就细啲，持续时间耐啲。我嗰个就范围大啲，持续时间就少啲，短啲。各有各好啦，各有各好。由于我已经攞晒分数啦，所以咧我就真系做善事啦，依家系义工，系啦，战场义工系。好 ，OK。哇！爆到咧，爆到得点啊！啊！你见佢行到过嚟，已经回晒血噶啦，系啦，呢只都系啦，行到过嚟就回晒血噶啦。哇！七色爆自由嘅 freedom， 手痕应该有放我雷达先，照佢后面嗰啲先。哇！即刻俾人剥爆咗个雷达，使唔使？边个山路啊？喂，冇死啊你，冇死！即刻补啊！呢个唔死得啦。虽然呢只个枪就渣渣啲，但系佢个格斗系非常之强。佢一扫咧，啲人就会瞓低。
顶住顶住顶住，杀咗个 B 弹 ，B 弹唔使死咁多。哇！只嘢过零啦，格斗。系啦，呢个格斗啲人顶唔到，阻唔到佢咧，佢就系咁斩嘅呢种。呢只佢一燥气一抌落嚟嗰下咧，其实理论上啊，大部分都死晒。哇！吓、啊、鬼死！哇！因为咧老细过于恐惧咧，所以咧佢唔喺嗰度开铺嘅，但唔紧要啊，有一步。我但系已经完咗。嗰、那个基地俾人爆咗，好可惜啊！系啦，咁今次呢条影片嚟呢度先啊，咁就纯粹俾大家睇下呢一个支援机嘅分别啦。即系低阶啲嘅话咧，其实佢个回血量咧真系劲少嘅。对于你成场嘅战斗啦，就算你攞分数，或者系当你系为打仗啦，为咗场仗，或者系为咗你嘅分数，其实都唔好嘅吓，其实都唔好嘅。最好都系劲少少啦。如果你玩大战场咧，更加要嘅。一嚟你嗰个分数会多得快啲啦，快啲有；二嚟就系你嗰个对于长将啦，系啦，对于俾你补嗰个人咧、啊，都舒服啲，舒服啲嘅。如果见到有个小黄人喺大将场，小黄人补我嘅话咧，我谂我会直接翻屋企补好过俾佢补嘅，因为真系佢嗰个速度有啲慢，有啲慢，所以就喺呢啲双方嘅条件底下咧，我一定系拣基地嗰、那个。好啦，咁今次呢条影片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